根吗？你可以把它声音小一点，它是这样的。哦。欢迎自由者。嗯，我感觉今天周五不是个好时候，不是吗？人今天人很少呀，也好看了没有？就你嘴巴现在学甜了呀？喜欢徐老师的点点关注，欢迎卡布。可以送一些花花草草哦。我的个妈哟，你给我吓死了。没有，那么高。欢迎我吗？欢迎欢迎的。永远回不去。像你这样的可以把灯牌点亮，点个关注。这个级别太小了。嗯哼，嗯我一看又高跟在脚上呢，真是。谢谢凯佑的灯牌，我一直在做呀。欢迎浪子，这不是在坐着吗？嗯，不是吗？今天我们在另外一个房间给大家直播。哪有黑色的？白色的。谢谢陈的小星星。肉色呀。欢迎绿茶。这不是肉色吗？谢谢浪子，谢谢时光偷走当初。你怎么看成黑色了？嗯。穿越哥，欢迎你。三二一，上人。这个点儿可能、嗯、可能，而且今天这个光线稍微有一点暗，这边。叶思念，你来了。你看见？你什么眼神？今天是周几呀、啊？听风就是雨。旁边的女的叫啥？旁边的女的叫梦梦。今天好亮，谢谢陈，谢谢擦兜姿势、嗯，要帅。你们直播间都这么说话吗？都是旁边的女的吗？你、嗯、不知道说旁边的小姐姐吗？对啊，旁边的小姐姐啊。嗯。嗯。谢谢擦兜姿势要帅。对，我们旁边还有两个。今天人好少呀。谢谢擦豆姿势要帅。今天少吗人？今天人少，我这人都掉的差不多了。啊啊！我其实也很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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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吵吵。我也就上一会儿，有可能待会儿有个朋友过来喝茶。欢迎问号。看看鞋子，看看鞋子。嗯。欢迎晨晨。看一下。好冷啊。今天你们公屏上扣的字不多。三二一，谢谢西红柿炒番茄。不要在这个徐老师这边要求另外一个女生，你知道吧？我们都不是新人主播了，要让人家出来的话要有诚意的啊！叫他出来。谢谢擦豆姿势要帅。云哥哥，你们家店是不是也不能开了呀？上才艺，徐老师才艺没看到吗？在店里呢，谢谢谢谢你们的小星星。这个距离的话，就会觉得有点拍的上身长一点。
班吧。现在天天休息，我们也是呀，闲的呢。嗯，我们现在是因为疫情是一个暂停业的状态。哎，哎，下面是谁？谢谢陈做的显腿长，因为现在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手机是这样的。看看那个美女，你们都要刷礼物的，不然我请她来。怎么请人家来？我就叫啊，你过来看看，人家也很有也很有热度的。除非他自己乐意，我不乐意。啊，他说他不乐意。换了一块，舒展了一下身体。来帮徐老师完成一下礼物心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在南京桥北的弘扬。对，进来，现在你们很少去点灯台吧，灯牌了。现在很好多不愿意点灯牌了，不愿意点赞，你们越来越冷了。我感觉现在开直播的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点点灯牌都可以。可以呀，可以的。但是你要消费个六十几块钱的话，那徐老师就不上了哈。谢谢人生在世。你哥哥不行，我先困死了，我去眯一会儿，我一点精神都没有了，我光直播我就受不了。不愿意点牌子的就上飞机。林哥，我要先去睡一会儿好吗？来吧，欢迎过客。我们不在这里讲店里面的事情，因为会涉嫌在推广。我去睡一会儿。你们可以这个。困得不行不行了。一会儿有个朋友要来。谢谢人生在世。我去打个电话。来吧。谢谢人生在世，我是徐老师。我不讲嘛，就是这些好多问题你们可以。在小号上面有的。对啊，关门啦，我们在店里面玩呢。那珊姐给你们说了，谢谢人生在世售后珊姐，你们可以拿起。谢谢人生在世。晚上好，一只绵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为你的灯牌，对大家点点灯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我们家的售后珊姐，她正在告诉你们，对南京桥北的。在南京桥北。待会儿应该会有朋友过来喝茶，我们播一会儿。珊姐现在太厉害了，售后
老乡好，老乡好，我不是你的老乡好。我要去睡一会儿了，我困死了。嗯，这个交给你吗？还交给我？啊，你好，我们需要提前预约，需要就是提前交50块钱的预约金钱。然后这个预约看一下旁边的女孩啊，要请她出来，要送礼物的。现在已经关门了。你好，找徐老师，你需要去他的直播间刷飞机好吗？对，是的，那个叫私人飞机是吧？是的话，需要去他的直播间刷飞机。嗯，他们刚才一直在讲那个号码。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嗯，那个我妈在吗？我妈在。这个人上面写着借钱拉黑，借钱拉黑，名字备注借钱拉黑、嗯、怎么还有、在南京桥北啊、你好，我们家都有差二十八件。我靠，进来就拉黑。那你是问问吗？手拿来是什么意思？阿姨不在、啊、哦，昨天徐老师回家的路上被人偷袭了。你别说了，回头他们都围你。哦，也是，不说了。你也是，原来是可以这样摸不要钱，贼死。阿姨，秘境的事交给我，有照片，有视频。谢谢十七页，最近不可以。最近因为疫情，我们下面已经在做核酸检测了。什么叫能不看脸吗？切！我人也不差呀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拿那种很那个的美女去比啊！我这种真实啊，没有营业。你们要飞进朋友圈的话，是一个飞机哦。他什么时候过来？他脚磕破了，去医院了。明天来。神经，我没回的。杨嗷嗷。我们这里不能上班，我们这边不能上班。我们家的会员是可以。谢谢一只绵羊。我看一下啊，我关注你了，你告诉我就行了。简直棒棒的。你们要请梦梦出来，需要有礼物的。至少一个热气球，因为她是大美女。我是大臀好吗？啊，她真的是大美女。有没有50个飞机？什么50个飞机啦？南京停业，我们只是在这边做直播啊，难道我们这边场景做直播不好看吗？旁边的叫梦梦，我得过去了。你来，
们是停业了，我们没有开门。你看这边没有顾客，谢谢小宝爸爸。太近了。不是的，是茶色的。那我给你一个支付宝的转。旁边的那个女的非常好看，你可以给徐老师也刷个飞机，然后跑飞进他的朋友圈。在南京桥北的弘扬，能看一下梦梦吗？那你刷一个热气球好不好？不然我怎么把他请过来？看看才艺啊，才艺就是采耳啊。欢迎燕优哥哥，刚才过去的屁，我们现在又不能营业。你怎么知道我什么？已经不能营业了。谢谢 SZD。转过去，转什么过去？转什么过去？这样吗？上课，遇到新事情上课。项目表的话，这么多粉丝，你都给他们？对，这个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这边不闲聊，因为这是客服号，我临时看一下。嗯。梦梦在抖音直播，就是你要是加他，谢谢燕优哥哥，小兔子又来了。飞机一个飞机大概是300块钱。谢谢燕优哥哥。下次我也带一个兔耳朵。一个兔耳朵，这边有一个领结，这个后面有个小尾巴。我看过那种的，就是在日本的万圣节上看到过的。再看看啊，要吗？再看看就继续刷礼物了。这个是茶色的。等什么等？我80后的，他播的，但是我看你这样也不会给他粘个灯牌都舍不得。我们在那个店里面玩呢，徐老师逗着呢，徐老师状态都没起来，要不今天播一会儿就回去。这是他们的门槛。本来是要等他们过来聊天呢。方不方便说话？养生的说吗？夜夜哥哥，你觉得这边的光线怎么样？是不是跟那边有点相差？欢迎小雨。还行吧，就是不亮，是不是？这边比较柔和一点。又饿了，我的天哪，我都疯了吗？今天是周五，哎，我们要不要待会儿去排队去
做核酸啊？在哪儿？核酸。他都睡着了，排队。要不要？现在还在排队吗？不知道。别打扰，真看得出。小孩是脸红了，老铁们，请，实在 hold 不住就，8.5。我1.62米，其实男生他大部分人都喜欢1.6米以上，但不要太高的。虽然你们都很喜欢看模特身材，因为那个舒肤佳，你天天看，天天看。你一天出来8次，